10月10日，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第8期上线，谢娜在瑞士泳池台大喊心声，动情处于在棚内观看的张杰一同落泪。很多网友表示几种泪点，但不少眼尖的粉丝也发现谢娜的手圆滚滚，很是呆萌。此前老公张杰还调侃过，宝贝女儿们细长的手是遗传了自己的基因。网友们不禁调侃道：“恭喜娱乐圈继黄轩、邓伦、周迅后再次喜提一枚小胖手，哈哈，娜姐的小胖手还真是圆润可爱呀，真的戳中了我的萌点。”芒果捞新闻，恭喜娜姐加入小胖手家族，报道。